哟，我还给你准备个礼物呢。啥呀？咔咔咔，这个女的好比是我，这个男的。你爹呀？谁？啊，我。太像你爹了。啥玩意儿？不是，我就说真是心灵手巧哈。你这是怎么做的？用锯做的呀。这咋做呀？我教你，来，你看看 啊。拉大锯，扯大锯，老家。哎，师妹，咱俩要这么拉，我能跟你拉一宿。我还想跟你拉一辈子呢。拉大锯，扯大锯，老家。来人了，师傅，师傅，来人呐！师兄师弟，快来看看他们两个人啊！他们俩手拉着手，拉了一宿。咋的？你俩一宿没睡啊？师傅，我俩睡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玩那个劲儿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瞒你了。郭子哥，找你有事儿。咋了？嗯呐。爹，这回你都听明白了吧？说啥了？谁说了？不是你没说呀，我过来说。是我说呀。行，师傅，那个，我发明个乐器，滚犊子。这不错。这别整那没有用的了，爹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要嫁给郭子。好。啥玩意儿？咱戏班的规矩忘了？爹。我不管啊，反正你要不同意，我就自杀。过来，自杀！我现在要自杀了！畜生，放开那个禽兽！哎、不是，都让你俩气糊涂了。你俩坏了规矩啊！就算我同意了，那大家伙也不能同意，是不是？是，不同意。你看，你三师哥就不同意。对，老三呢？哎，你让细胞开除了。哎，我。不是师傅，你想让我走你就直说，你不用这样玩我。我就看谁不同意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哎，行了，撒开吧。爹也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啊，你的婚姻大事只要你同意，爹就同意。